哎呦，哎，今天带女朋友来啊？对呀，对呀。来，这道菜招待你们。哎，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这本店的招牌烤鸡佛啊，保证你们晚上冰冰凉凉。没有了，没有。来呀，炭烧瓜给你啊。哇，真的有种莫名的疼痛感呢。没错，这就是本店的招牌，会先让你感受到痛苦的疼痛，再给你感受到炙烤上的快感。啊，真正的好吃哦。哇，哎，小姐，趁热吃，趁热吃啊。啊，小姐，你不吃熟的啊？啊，熟的跟生的味道差别很大的啊，没事的啦。对呀、啊，来了来，来啊，吃来吃。不要再问这种女人伤心难过了。想当初我没有出来逼着的时候，我一路从光复路杀到金果路，把老王修理的密密麻麻，我一眼都没眨过啊！这么长时间不眨眼睛，你眼睛不干吗？你管我眼睛干不干？我重点是眼睛干不干吗？我管你是劈腿的人还是小三，我照样都把他们劈爆，赖什么？我劈什么了？啊！我说你们。我说你们现在这群年轻人啊，哈，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啊？啊，动不动就榴莲、西瓜、凤梨的，我真是，可不是。来啊，试试看，别再对无缘的感情流连忘返啊。是不就吃啊？但你不是说要批爆吗？想当年啊，我第一次来餐厅的时候，哼，哎。啊，你吃哪？油啦，甲冰吃哪？我今天被同学霸凌了，他们都说我偷班费，可是我明明刚刚是小明偷班费，然后放在那个抽屉里面，然后我就跟大家说脱啊脱啊，然后他们就在你的衣服里面脱啊脱啊脱啊，我就是不关我的事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们怎么都要这样子说我？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在人生中被误会是常有的事，像我在路上啊。你常常被误认成是神灵酒啊，对不对？知道豪华抽屉握手时，来，请你吃吃看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哎！哎，那怎么是抽屉啊？你可以看看那个啊，班费我们在里面。想到这个我就有气啊！今晚招待您消消气，本店的招牌鲑鱼拌饭。我不吃鲑鱼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你看，我操！成鲑鱼弥勒佛大王是你啊，懂了吧？我当初吃了免费的鲑鱼啊，比你喝的水还多啊，我整天吃咪咪冒冒的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你有体验过美食大弥勒吗？没有啊，啊那个不是很不舒服？ No no， 那是外面的弥勒跟本店的弥勒不一样哦。试试看知道啊。哇，太好吃了，这味好浓厚，好鲜。这可是我是不是啊？是不是、啊？传下来，老板，我收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老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啊、你吃完鲑鱼就归心似箭啦，不要讲冷笑话了啦。啊，可是你点的这道菜还没吃哎、欸。啊，我真的吃不下了啦。哦，你其他可以不吃，但是你这一道不能不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是明朝皇帝明太子鸡肉菜，不可冒犯啊。围城，狗贵。哎、欸，啊、你吃还袂烂呢。哦，拍谁？来来来来来，拉一配干没事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陆家陆家陆家。